主料，酱鱼300克，辅料，葱、姜、蒜、料酒、酱油、醋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甲鱼一个，抖开肚子，去掉内脏，热水泡去一层皮，将料酒倒入甲鱼的肚子中，加上姜和蒜，上锅。我用的是高压锅，高压锅蒸10分钟，出锅后撒上葱花，吃的时候蘸酱油、醋。烹饪技巧，甲鱼会有比较重的腥味，所以一定要用热水泡去外面一层薄薄的皮。蒸的时候料酒要加的多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